日本的天妇罗自助能不能吃回本，今天我们去挑战一下。就这家店在电车轨道的下面，店员会给你一个碗，里面想装多少装多少，溏心蛋、莲藕、秋葵、红生姜、章鱼小丸子、竹轮，真的是万物皆可天妇罗呀。炸鸡和炸鱼这些贵的咱们多来一点，只要不掉出来，这碗里你想装多少装多少。大家看我这碗里装了20多个天妇罗，炸虾蘸上抹茶盐是真的好吃，看这炸蟹子这么大，咱们蘸上肉酱吃。日本这红生姜啊，又辣又咸，大家千万不要随便尝试。炸章鱼小丸子咬了一口，里面竟然是空的。哇，这溏心蛋炸的真够专业啊！不过天妇罗吃多了是真的太油腻了。这家天妇罗自助一碗60，随便吃。我吃了这么一大盘，大家觉得我吃回本了吗？酱油推荐指数。